哇，好大声！还是怎么结冰了？噔噔噔噔，小维，请问隔壁台好玩吗？小维，可恶，头像输了。你要是早点离开隔壁台的话，没有了。咪咪安安，小维安安，依依安安，怎么了？香不香？没有啦。这什么技能？炮！嗯，穿着一脸 sexy 的衣服。哪一个隔壁我找不到？就是上面那一位。哎，绵玉，早安啊！我喜欢在你写书法的时候开台，这样让你心平不气和嘛。鲶鱼早啊！我们家的小维有没有乖乖的？应该是有啦。他说最近在学日文，所以很感谢有你的台。我要谢谢你，感谢你，因为有你。哎，鲶鱼，我们私下交易一件事情，我私你。因为这件事情，我曾经对一个 V 啊，利诺应该认识。对，我对利诺做过，啊，没有啦，我讲讲而已啦。因为我那时候这样追啊，对啊，这样来，我是你哦。有没有？我这样子有没有很天才？对吧？我这样很天才吧？莉莉安安，有吧？有吧？我这个行为是不是可以说是天才？啊，鸟！冲刺结束，介绍一个消耗所有冲刺体力的冲击波，每消耗一点冲刺。刚被 gank 了， gank 什么？哦，早早，但武器没有昏迷效果。等一下，我没看到啊，有飞起来吗？隔壁台弹香到爆炸，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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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每次要看台的时候就已经挂了，哎，挂点数的挂。你没开飞哦，没飞起来是不是？你不是也在吗？我在挂台啊，我昨天在跟番茄他们玩魔兽世界。当武器攻击，增加。当武器攻击命中于寒灵族上啊，血伤会获得送，而且能移除他们的寒灵族。我也是挂着，我参与不了话题，没办法，毕竟我们是外
我们是从兔国过去的。我们是兔之国过去的人。我那时候不知道帽子、衣服都有效果，外面乱穿。结果，又想说打着打着，怎么感觉不太一样？怎么？为什么有时候会有技能飞出来？好诶，我比较喜欢姐姐跟这边，我比较有戏份，比较熟啊。没事啊，你多打字多，对吧？你多打字，肯定有你的位置。等一下，这没有伤害吗？在失去生命时穿透敌人。这什么东西？你对我专一就好，也是啦。你把姐姐让给我，这句话对对望月说吧，增加火累积啊，它建造一股水流，嗯啊。很火，小维投多一点，对啊，有没有可能是你投的不够多？明明不投姐姐以外的人，这是我的原则，不投我跟姐姐以外的人，是不是？都能攻击后，哇，没有，我跟你讲，他说的是人，好吗？我不是人，对他而言，我不是人。你不要再逼他了，你再逼他，他要哭了。我是正品啊！哇，何德何能？哇！当打击被创造，换斩击，有有有，嗯，换一个斩击，好了，兵法师啊。我记得我认识繁星是因为在姐姐那边说好说好听的声音啊，放屁放屁，这什么啦？哦，造成伤害后，哎，小维嘴巴怎么那么甜？来，教主亲一个，嘴巴那么甜，我看看是你甜还是我甜。你刚起来的声音超好听的，你说像现在吗？我跟你讲，我感冒的声音更好听，真的不得不说啦啊！不要说我自己在瞎掰，我真的觉得我自己感冒的声音超好听的，就大概讲话是大概这样子感觉，然后就很低。大家早安，啊，免费猫安安，
哎，对，你们看美美猫贴图出来了，给你们看，给你们看，给你们看。而且原本他一开始只要求两张，我很好笑，问他做直销一样，我不小心画错张。他比如，他要的是遮眼睛的，我画到遮嘴巴的，然后我就问他说，还是你这张也要画？我就问他说啊，还是你这张也要，干脆这张也画出来好了。然后说可以吗？我说看你啊。等一下哦，等一下哦，等一下哦，我整理一下我的资料夹。感谢果子的十四个月，请你感冒吧。哎，真的，除了上次我的那个我外甥他感冒，我就没感过冒，因为那次太恐怖，那小孩子的病毒太凶了，而且那时候是因为夏天。不得已要睡一起，要吹冷气，然后就中奖了，很恐怖欸。很小，你在哪里？啊，首先是这一张，最好笑的是这一张。这张，他原本跟我讲说他要是遮眼睛的，结果一开始我就画的手很顺，我就把遮嘴巴的画完了，我就说贴给他的时候，然后看了一下他要求的图，我说啊，我画错了，原来是要遮眼睛的、哦，然后就问他说，还是你这张也要？有没有强迫消费？这张这么可爱，你不要吗？这样子，然后他又说。可以啦，还是教主你要画三张图。我说我是可以啊，就不小心强迫推销了。雪莉安安，那来咯，再来就是真正的委托来了啊。行，然后是这个啦，这个才是业主要求的图，是这张才对。领导请安安，感谢16个月。这张是谁？棉被猫啊，聊天是那位棉被猫，布窝的干爹，干妈。对，然后后面就是另外一张是这个画比较久啦，这个我其实真的没有想到有人会想要委托画这张，因为这张当时真的是画来送人的，对吧？发烧列车。最近车好难开哦，对，然后就这一张，那再来是我想说有一又有二嘛，然后就画了这一张，不是，就把这张直接并在一起而已啦。我聊天室也有啊，你们可以看到我有用啊，就是我也有用那个、啊、我的啊，你们看一下有那个会动的图，有两个嘛，一个是很像类似拍手遮脸的。然后一个是我才，哎，我才我有增加到那个动图里面哦。哎，青哥，安安，早安早安，感谢青哥三个月。哎，车开起来了，快点给钱拿贴图咯。对对对，我才那个，然后那个乌耳朵的，我其实从很早之前就想要用成这个东西，因为当时。GIF 只能传五张图。你在上课？哇，你要上班又要上课哦，好辛苦哦。有啦，我有飞起来啦，你怎么会说我没飞起来？有啦，飞了，飞了，飞了。安家贴图。有啦，有啦，你看飞起来了。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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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那洗脸啊！难怪我当时觉得这张好，应该说，我当时画这张的时候，突然觉得很，把它弄成这样子，我觉得很熟悉，
兔子洗脸啊，白痴哦。哦，果子你失败了，你应该要空白吧？果子你失败了，100就好了，不用200。100就可以上车了，不用200。车车等我。车车，车车还有四分钟，开走。哎，还是用这个好了。哦，没按到。哎，他会乱打哎。以前是从下往上哎。我醒来，祝我的人。感谢果子的100小金点，不是青哥，这台车就是你发的哦。感谢青哥的100小金点。你是丢爽的，是不是？哎，谢谢青哥丢的这么爽，谢谢谢谢谢谢。好了，够了够了，真的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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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些钱存来台湾嘛？看一下、哦、总共多少？12345。感谢青哥的500小起点。啊，这个我看他们通关啊，我拿这把武器不知道为什么就没通关过哎、欸。我昨天私下打了三场，一场在第二关死掉，两场在尾王前面死掉，然后昨天就是死掉才发现说奇怪，我只是换个衣服，为什么我感觉我能力不见了，然后。就找，发现说，你看我就不小心滑到吐了这个。玩家冲刺时留下释放武器的法术，就是我只要有闪避的话，我会释放这个技能出来。所以说啊，是什么？冲刺闪电链。我在跟小孩上课，哦，对耶。肯定没开台，所以没过。我的 level 2居然没解锁，不是什么东西没跟台。我跟姐姐那边现在车比较难发，我看到姐姐那边有发车，我才会去帮忙啊，对吧？然后望月他是说什么，竟然会有我没有的贴图，我就直接聊天室回他。啊！你又没看我的台，你怎么会可能会有，对吧？就说啊，你又不来看我的台，怎么可能会有贴图？我觉得他不可能不看我的台，因为爸爸不可能不看我的台啊，因为他也有烟花那边的贴图，然后也有就是很多很多台 V 的那个贴图，他其实都有。想说。什么叫做没开台没有贴图？我有姐姐上次有个十等的，对啊，那时候是超大干爹，丢得很开心哎，你们那时候，对啊，请多多支持各个开台各大台台主好吗？请，我觉得这样这句话有点花心，但是请支持我喜欢的。实况主们，我们在说谁？嗯，好好说，谁是你最爱的实况主？哎、欸，屁啦！我竟然没这个头，这个我有吧？怎么那么丑？哦，我好像成绩一的都拿完了、欸，哎，对啊，我成绩一的都拿完了、欸，哎，我想说这个我怎么可能会没有？不过这个好可爱哦、喔。忘了谁砸，我也忘记了、欸。那时候好久了、喔，也是去年那时候，好像姐姐玩萨尔达的时候吧。
欸，望月，不，咪咪，你拿到躲在墙后了没？还是咪咪没上车？咪咪不是缺一个躲墙后的？你上不了车车哦？为什么？你在工作？立案。逛街逛起来。奇怪，我怎么到现在还是觉得棉被帽有玩光雨啊？但人家一直都说没有，一直在笑想人家来玩光雨。这个好像在拍手，有没有可能在对拍手洗脸，或是在看跟看不到之间游荡，对不对？你看不到我，你看不到我。我本来想拉慢速度的啦，但是拉慢速度觉得我干脆重画比较快，而且就只露一只手出来。安，这个好酷。欸，然后利恩，我才是改成 GIF， 我晚点问安妮好了，看他有没有想用 GIF。就是对我才用成 GIF， 我觉得比较适合，个人觉得啦。反正 GIF 能穿的图超级多欸。哎，力宝乐园早安，对吧？力宝是闽语叫的，丽塔早安。没有，因为那天就是闽语一直说力宝啊，我说哦，力宝乐园那边也是乐园啊，对不对？实况组集聚地。等一下，受伤了，河西受伤了。所以是变成怎样？没有，你这个是普通的图，有个 GIF， 你看一下，你稍微看一下，这个，结果他礼拜三不能，哇，完蛋了，那怎么办？看，我要讲什么？垃圾没有它，香味少一半。哇，那只好下次了。不行就七人，没差，反正我的目标只有你啊！哇，讲的好什么？天哪，我的目标只有你啊！呵呵，没有关系，我的目标只有你。天哪，在敌人身上随机生成元素。几队恭喜啊！搞好了，嗯。礼拜三见，我拿铲子绝对先敲你。哎，我绝对先躲远远的。只要我先出手，你就没有出手的时间了，对吧？先解决到有问题的人，到时候我们那个什么，我们评审席见，不是评审席，那什么解说台见，对吧？
奇怪，怎么这两个人把把都在开局死掉啊？然后说，遇到小女孩，然后他就说我遇到小男孩，我遇到小女孩，然后丽塔就说我遇到小男孩。我说你有遇过小女孩拿铲子敲人的吗？请问这是新的光遇吗？对，这要付费，这 DLC 有没有想要买？想买吗？新的光遇哦。那我到时穿红色衣服，那我也穿红色衣服，哇，金童玉女。嗨，尼莫，好久不见，早安，早安。艾丽塔，还是我抓一个女 V 来玩，也是蛮喜欢捡乐特的，捡乐色的，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真成长级类型啊，这到底是啥小？现实吗？什么现实？现实捡垃圾吗？那肯定要有我的位置吧。不要看捡垃圾，捡垃圾很多，捡垃圾的人都有几栋房子了，你知道吗？谁？你看看，真的吗？我看一下哦。怎么打不出来？白痴！等一下哦，看看哈。来，这个丽塔这位。你这边我问一个了，但还不确定能不能。没有，我跟你讲，就是说啊，我找到人了。啊，不好意思，你慢了一步，找到了。那就，哦，你是之前就先找了吗？好吧，那我们下次再约。你
我是觉得杰利鼠这张不会到很丑啊，怎么那天他们在讲说这张很丑，我是觉得不会很丑啊，可能看习惯了吧。我觉得杰利鼠这张真的没有很丑啊。你说鲶鱼台的吗？对啊，我是那种喜欢丑的可爱的人欸，就像水滴鱼啊，我那时候也不觉得它很丑，我觉得很可爱，丑萌丑萌。主要是他都可爱哇，这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吗？你这个症状有点严重欸，你这个恋爱脑有点重。没事，我也是。对吧？有点恐怖，不是？如果他不介意的话，我可以帮他重新画一张啦。因为他，我不知道，还是他喜欢这种感觉。因为我是觉得上色起来有点诡异。这什么？制造火寒冷闪电属性百公尺啊？什么意思？没有骗子啊！怎么会骗子？那其实那张图不难画，100%昏迷效果。哎呦，哎呦，哎呦！苏苏安安虽然要上班了，上班加油，上班加油。武器法术伤害，
卡屁呀、啊！屁呀、啊，卡屁呀、啊！魔法者，七个投影，哇，升级了耶！嗯，换这个，哦。哦哦哦哦哦，感觉对了，感觉对了，感觉对了。元素骑士，你是说手游吗？我之前很想玩元素骑士，哎，又发现它是手游，我就没玩了。是玩一玩，玩到要看广告，然后有体力那些限制，我就很不开心。而且手游那个一定是氪金才会想要抢，就要看你的。那个，你的精力够不够，对吧？免费的最贵，对啊。元素骑士应该是手游那一款吧？哇哇，两个额外法。元气没哦，元气哎、欸，有体力这回事，只有你的体力而已，是吗？哦，哇哇哇哇，对了对了，感觉对了感觉对了感觉对了，哎，就是要这样子玩嘛，天哪！对不对？这个就是。这就是什么的碰撞啊，耐力恢复，过热减少，啊哈，真控耶，啊哈，我梦到番茄的那个魔兽世界角色又不见了。那时候我就梦到我跟月雪，然后我们就走在前面的时候，回头发现说番茄已经倒在地上了。然后他说：“这样子。”然后想说：“你又怎样了啦？”然后发现人不见了。然后就想说 ：“OK， 再见咯，重创一只角色咯，这样子。”仿佛番茄刚刚还在一样，三百，有可能预知梦。为了这场梦不要发生，他应该去玩正式服好了，不就是不要玩经典模式服了。那太恐怖了。哎，伤害大提升。增加暴击，哇，完美，完美了，完美了，无敌了吧？对，最喜欢听主播力奇了，没错，我也是，看痛。小人，
我躲在旁边偷射小人。因为那款之前手那个广告打蛮凶的，我那时候也不是蛮凶的啊，就是被我就喜欢那一类的画风感觉，然后就是那款游戏让我觉得说哦怎么办，有点戳到我欸，哪边那么好戳，对不对？被戳到了，完全的就很想玩，但是看一下手游欸，然后就有点劝退我。然后我们应该是讲同样一个吧，就是有点二头身的那种骑士，然后下地层打怪的感觉那一种吗？二头身，然后像素游戏，就发现聊一聊，聊到我们根本不在讲一样的游戏。这波稳了吧，这波稳了吧，哇，我昨天打到这大概血量只剩下50滴吧。你就继续讲，柯西你就继续说，没有，我要把这卖掉卖掉卖掉。嗯嗯嗯嗯嗯青蛙安安，还是我们改天就是私下聚会之类的，我们去海边捡垃圾，好吧？海龟会感谢我们。但是请不要挑在中午或是大太阳下，我把什么夏天，我们可以挑个晚上傍晚的时候或清晨。啊，我受伤了，好痛好痛。水，有水，有水，喝水，喝水。净滩好啊，对吧、啊？我也觉得净滩很棒、啊。我曾经有一次去参加那个，就是不是都有那爱兔协会、浪兔协会吗？然后那时候去参加过一次义工，哦，真的好累哦，清理一次。清理一只兔子就已经有点辛苦了，一次要清理几坨欸，以坨计算的欸，半夜三点搞不好在那边打麻将打扑克牌。等一下，你这个队长是什么意思？色狼，男女授受不亲。
你下课了，恭喜，赶快吃饭。瞧你饿的，瘦成怎样？瞧你饿成这样。哎，通关，目前有的武器都通关了，啪啪啪啪。来，通关通关，真好，怎样真好？人家带小孩下课，哎，人家是当老师在下课，你在那边真好什么？可以休息，你不行休息吗？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讲啥？迷迷的梦，武器昏迷效果，武器耶、欸，是什么？恶魔的骰子啊，制作骰子的能力可以在商店再进货哦。好啦，这款先这样子，后面这三把武器要危险度高于零，击败地牢建筑师，击败皇帝。好的，我们可以挑战了 ，level up。来，光遇启动，要看到两个我了。你们想看我还是想看那个啊 ？UIF， 看都看。要啊啊！嘟嘟嘟，看你怎么看我？你是指另外一个看你，还是真的要看我？阿静，安安，早安，早安，早安！我靠，好大声，等一下、哦。早安，阿静。你们好好吃饭。为什么要上班？赚钱来台湾看男朋友。等一下，开错游戏了，白痴！啊，搞不好就是裂空座了，又是这只了，黑色绿毛虫。来吧，等你好久了。来了，这个如果是黑色的话，我今天就露脸，不要戴口罩，好吧？我好怕哦，吓死了！老任下一步会出黑白虫子吗？不会，下一步是那个。那啥，传说力 A， 它是 X 从那个传说版，传说 XYZ A， 来放个歌好了，怎么办？应该是可以啦，把打开音响，没有投胎应该没版权攻击吧？
简单来说，也开始歪后续。对啊，你看很多作品都有，像黑白二有没有？绿宝石哎，不不，红宝石、蓝宝石、绿宝石，就 XY 没有。我当时以为是没爱了哎、欸，而且他是做成阿尔宙斯，那、啊、他是说做成传说版本啊，所以就期待是跟阿尔宙斯一样这样子。虽然有人不喜欢阿尔宙斯啊，可是阿尔宙斯好玩呢、欸。来偷弹琴。我是想要长耳兔 Mega， 我想要的是长耳兔 Mega。哎，烟霜怎么不见了？好了，我们要来久违的接任务了。但皮质量上能力很高，这样才好啊！另外一款游戏耶，就当帕鲁玩啊。各位推荐打开声音吗？音，哎，我怕是怕版权而已啊。哎。福奇比较还好吧，我会丢到 YT 啊，你在想啥？你在想啥？好，青哥，拜拜。刚看到尼基，我没玩欸，我没玩。我知道尼基是谁，但对他不熟。欸，太高了，点不到。哇！刚下课要写报告，就很可怜。他顾小孩，陪小孩上课。壁画二，加州启动。有一天，一只怪物来到了新月绿洲。噔噔噔噔！哎呦，连水母都躲起来了哦，这么可爱。光遇这款游戏是类似多人 RPG 的游戏吗？不是，这款游戏是社交软体。你喜欢聊天，喜欢交朋友，光遇其实蛮适合你玩。光遇的乐器做得很棒，他每个乐器都有每个乐器的音色，然后他的画面啊、美术图嘛也都很好看，然后每只角色的衣服、服装也都很好看，所以我当时玩光遇的目的其实就是单纯打扮自己，
就是 我把这边就是当作自己在打扮的地方。啊，有些人是喜欢在这边跟朋友聊天啊什么的，认识新朋友啦。就是其实，哎喂，装屁啊！这其实光遇，光遇大家都知道，但是它的市场其实也很大、啊。哎呦，安抚他。走，我们去找九色鹿。就是他其实音乐做得很好，画面做得很好，然后。有点难介绍欸，因为这个太吃重了。这个其实我没有说它要跟崩铁原神那些比一定是比不过，但是它在某些市场其实也很红，像马奇那款也不像欸，因为它没有所谓的等级这个东西，有是有在你我们说的翅膀。你翅膀越多，就是可以飞得越高，飞得越多次。啊，新手一开始一定都是翅膀很少，就是要干个几个月才有办法。因为这个不是你花，这个东西不是你花钱，某方面来说，你花钱是买得到账号啦，但是以正常来说，你花钱是买不到等级。这款游戏没有抽奖。这款游戏要氪金的就只有买衣服，这样子。有些衣服你游戏币换不到，只能用台币买。然后也不会要你抽衣服啊，抽发型啊，抽装饰品之类的。要去密一下了，汤汤晚安。只有钱不够多，像我想要的一个发型啊，我当时最想要的一个发型，我以为它会，因为这游戏有些像有些发型啊衣服是可以跟 NPC 换的，那 NPC 错过的话，就只能等官方看哪一天会就复刻回来，也是换得到的，但有些就是一定是绝版的啊，我想要的发型就是绝版的。除非你就是财力够厚去买一只有那个的发型的账号。拜安安。看角色很可爱，想入坑看看。那我先帮你打个预防针哦。这款游戏我刚刚一开始是说社交游戏嘛，原因是因为它其实也可以靠自己啦，但是靠自己会比较辛苦。你有看到我左边有个蜡烛，那个蜡烛灰掉啦，我等一下解释给你听，我先跑完。当时也很多人就是因为看可爱然后入坑，又入坑发现说好辛苦，原因是因为没有朋友这件事情。你有朋友的话，其实会轻松很多啦，因为里面的货币就是蜡烛，我们要用蜡烛当货币去买东西。但是贵一点的货币就是爱心，那爱心可以跟……等一下，我看一下剧情。快跑！快逃！快逃！想看你。那爱心的话，像我刚刚解一个任务嘛，他不是获得了一个爱心吗？跟 NPC 拿的爱心就是只能拿一，就是换只能换一次。那要怎么一直拿爱心？就是跟朋友交换，你可以用三个蜡烛，然后送朋友一颗爱心，也可以叫朋友用三个蜡烛送你一个爱心。
这样子。所以你如果没有很在意，就是说，你只是喜欢在里面逛街、聊天什么之类的。有些人玩得很佛系啦，他是新手，但是他玩的就很佛系，他没有要求到太多，他只是想换自己想要的东西。像我的话是想要全部都要，所以会玩得比较辛苦，懂吗？就是有一些就是像我这种仓鼠玩家，就会想要全物品。可是我这角色不可能啦，因为像我刚刚稍早说的嘛，有些头发已经确定换不到了。为什么会说换不到？就是这游戏三个月一次的那个嘛的季节，就是赛季，它会有个赛季毕业的东西，那个是那个赛季专属的，所以不会回来，所以才会说我换不到。我什么游戏都休闲玩没关系哦，那可以啊，就是你可以进来一直狂聊天什么之类的。因为其实这游戏好人蛮多的，还是会有部分坏人啊，坏人就是会派你啊。我等一下带你去一个地方，那地方有两个地方啦，很多人喜欢聊天的地方，一个是有点像是一个像是那种怎么讲，就是游乐园吗还是什么东西的地方，怎么讲啊，就是大家在那边就是聊得很开心，另外一边就有点像酒店，大家都穿得很帅，就是有点夜店啊，你要穿的帅帅的还是怎样，或是你喜欢看帅哥美女的话可以去那边。我讲的没错吧，聊天室的啊。一个是不是儿童乐园，另外一边是不是夜店。完蛋，等一下怎么会没充电，我才充耶、欸。完了完了。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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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这个可不可以？再撑一个任务，求你了。其实有些像利恩好了，你那样做其实就是真的是洗礼啊！你没有这么做的话，怎么会知道游戏能干嘛？下架。空余安安，然后这款游戏目前很多平台都有啊，手机、PS5、Steam 跟 PC， 那 PC 是还在测试版，已经测试快一年了。妈的，我的道袍，这只就只能骑这一次了，对不对？一只光瑶出现了。身后有位村民正在猎捕他。哎，真不愧是我。我其实那时候复科不，这一季开始不是可以看先祖吗？这四个先祖我最不喜欢就是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果不其然，这个先祖那时候被剧透到死。驾，我们去找他，驾驾。有色路知道该怎么做。不要啊！我们不要救他、啊。我不想要害你，我也不想剧透你，但是我们不要救他。马布，
看屁呀、啊！不要，我不要签。色狼，走开，放手。走开，走开。然后嘞？嗯，然后后面是不是有人？来，报恩跟爱情，你们选择哪一个？左右为难，也不会为难啊。把公主许配给我，我身上有九色鹿的能量啊，我的血液。我以为那是评估欸，原来是头盔哦、喔。啊哈，我回来了，啊哈，你回来了。然后我跟你说，这个世界的陌生人都是长黑，都是黑色的样子。在干嘛？在干嘛？欸，他的小头。欸，这，我觉得。你觉得他们两个在干嘛？你可以跟陌生人说话吗？不行，你只会看到头上显示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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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啊，我们就是现在这一个季节是联动季节啦，所以如果你要入坑的话，真的是趁早。但是因为你一定完成不了，所以你要花点小钱。如果你真的喜欢刚刚隔壁那个 NPC 的衣服什么的，因为通常我们这个叫做向导先祖，他就是这个季节的 boss， 因为老板就向导啦，就是老大，像这个。如果你想要他身上的东西的话，通常都是当毕业礼用的，所以才会说有些东西换不了嘛。就是他身上这些毕业的东西之后就不会复刻了。那刚刚不是有个掉到水里的 NPC 吗？那个就是跟进来的先祖 NPC 啦，他身上的东西是可以换的，就是等一年半之后就有机会换到。啊，这个向导的话就是身上的东西换不到。就是他，你看刚刚你们看50个蜡烛，这就是货币。小胖安安，对，所以光遇其实不嫌晚啊，你越早玩其实越吃香。就是你早点摆脱折磨啊。就是通常赛季的东西有赛季的货币啊。不过我比较在意游戏的剧情。它的剧情哦，它其实没剧情欸。所以现在很多都是玩家或那个玩家自己推出来的剧情。它其实就是没什么剧情。但是就大概就很简单是在讲欸。他从前年就一直释出说光遇会出类似动画电影版，一直还没出，明明钱就赚很多了还不出。不过你是可以回去
回去就是看其他季节的任务啦，可以解，解完之后一样有爱心拿。再去死一次哦、喔哎，这人真的很垃圾哎、欸！话说动画呢，对不对？啊，这就是水军的故事嘛，对不对？水军为了净化湖泊，耗尽了魔力，就被猎人抓走，一模一样啊！神兽之齿就是因为这样子，天哪！他是水军吧？啊，这款游戏最好玩就是我们可以拿手上的蜡烛烧这些花。啊，这款游戏可以简单的跟你讲，就是我们在类似玩清明节的游戏吧，就是先祖要蜡烛，我们就是套蜡烛送先祖上天堂，我们要祭天。角色风格是我的菜，那可以啊。那我等一下回去换衣服给你看，因为他的风格很奇妙啦，有偏现代的，也有偏古代的。你看有没有水军能力越来越少了？不安安，哎、欸，番茄安安，哎、欸，番茄，我梦到你死掉了、欸，你的角色没了。我那时候跟月雪在那个前往死亡矿坑的路上，然后我们在前面打，你在后面喝水的时候，突然，哎呀的，我说你怎么了？各位再见，我你死了。嗯，对，喝水，突然被一个精英。那个稀有基因敲头敲到死掉。我梦到你死了。你也太想番茄死了吧。哎。我想死也是想死姐姐吧。你在哪？对面。不过大部分的梦都是假的，对，搞不好死的是我，搞不好死的是我跟月雪，然后番茄用冰箱加。冰霜星星跑掉了，完了，你快死了哎、欸！蓝色的月，不，几个啦？猎人的毒丝让那位村民又再救他一次哦、喔！哇，有哎、欸，他病恹恹的了。哦不！你还好吗？摸摸。哦不，就说吧，我会对数据有感情。好啦，我这边还有一颗耗腰啊。我这边还有一颗帕鲁球，进来。小雪安安，哎，他身上都没了哎、欸，哇，好啦，不要走了，睡觉，我们不要接这任务。我身上还有一个帕鲁球。
泽尔尼亚斯。啊。你看王子。又把公主配给他哦。不是吧，如果把公主配给猎人的话，那真的是更伤心耶。然后我跟你讲哦，我们的角色是一颗石头，严格来说应该是陨石啦。我们是一颗受到阳光赋予生命的石头，所以我们是会飞的石头。这是我们角色的设定。然后为什么憋到现在？因为我之前都没解了，想说要解就开台一次解好了。就可以养吗？他快死了，养不起了。哎、欸，你要玩的话，下一季也可以进来玩啊。因为下一季是可以布置家，我们这个人物终于有家了，可以布置家里，有家具可以做。小胖有没有很开心？我们下一季有家可以盖了。爱心，最后一个任务，居然吗？因为那时候有钥匙啊，所以很多人推测说就是有房子有家可以盖。快了快了，加油，再撑一下手吧。一个任务提示一次，加油，王宫。欸、好多人都来这边解哦。好多人都挑今天解。哈哈，报应来了，哈哈。哇！然后这款游戏，因为它这很恐怖啊，那个东西叫冥龙，冥府冥王的那个冥，冥界那个冥，然后龙就是那个十二生肖的龙，那叫冥龙，啊，我们玩家都叫它皮皮虾，它是这游戏为数不多的会攻击玩家的生物，很凶。然后被他盯上的话，只要找遮蔽物，一瞬间就好了。那你看我们角色上面有没有？不，角色上面那个不是有一个齿龟状的那个吗？金色一条一条的，这就是我们的翅膀。我现在有12个翅膀，所以我可以飞12下。你看每飞一下，上面会少一格。注意哦，这个是翅膀，也是你的血量。当你的血量达到零的时候，你只要被撞一下，或是你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受伤的话，你就会喷翅膀。这个有点慢慢探索啦，就只是跟你讲一下，那个翅膀就是你的生命，你在用生命在飞舞啊。这游戏玩家会死吗？死，哎、欸，严格来说，这有点肉鸽游戏，就是你死了会重来。但是，我们会进行一个东西叫做重那个投胎。我们重生之后，就是后面这个翅膀的由来，就是你要跟先祖 NPC 解锁一些好感度，然后重生之后。那些好感度会加在你的翅膀里面，
就是翅膀的等级会跟 NPC 的好感度有关。那就是你越献祭 NPC 亲密度越高，你的翅膀就会越多。讲亲密度应该可以吧？就是 NPC 有个东西要用，你要看到左上角第三个红色蜡烛，你用这个东西换的，用红色蜡烛换到的东西是可以加你的那个翅膀数量。你看我上面有没有写210，下一个等级250，表示我现在就是吧，我现在这个翅膀总数量是210个，有点难解，惊人。我们啊，这个要怎么解释？对，玩家协调，这是在里面吧？这室内吧？就是我们是透过我们里面有个那个东西是惊人，就是一个会发光的那个小惊人。我们收集一定数量之后，翅膀就会慢慢升上去。像我这个发型就是也是毕业发型啊，换不到的。我想要的发型是他哥哥的发型，这个发型是弟弟。我来了，不过还好啊，至少换到类似的发型了。虽然哥哥的比较可爱，哥哥的比较像兔耳朵，所以我比较喜欢。哦，那这个呢是第一次他救我们玩家的能量，我们现在还回去了，就开局。之前啊，这个季节刚开始的时候，我有来过一下任务。欸，好可爱哦，露诺！哎呦靠腰！你要把你的能量还过来吗？来来来，快点快点！我好想扒他哦，也可以，快一块快。然后这游戏唯一要抽的东西就是玩家那个角色身高。我会这么矮是因为我戴一个面具，戴这个面具一定是最矮的。然后把面具换掉就是会我原本的身高。所以如果你喜欢很高的啊或是很矮的，你就可以用抽的。快点，我们去救人了。蜡烛花光了，哎，别说了，抽不到最高的，垃圾。哦，怎么那么红？
等一下，我们又给了一次哦，那我们是快死了，还是第一次没给成功？哦，不要弄那么难过，我的天！啊，我知道了，我们要跟明龙拼命了。哇，这是萨尔达吧？你看，哎，早知道会这么帅，我就换身高了。可恶！哇！他们在那边放烟火，欸，九色鹿知道要怎么做了。欸，他自己乱飞，等一下他自己乱飞。我要干嘛？九色鹿你知道干嘛？可是我靠腰啊，等一下啦，我动不了，我动不了。欸，他自己飞的，欸，我没有动，欸，该不会哦？等一下，不是 ，Switch 好难控。哦，我要撞他是不是？来，啊，报仇的狩猎时刻！哇，我们唯一可以打龙的时候吗？这么刺激哦！魔物猎人，魔物猎人。以后我就不敢跟人家说我们不能砍龙了，欸，原来是可以的，欸，哎，打追不上，哇！我们体验了当明龙的时候，欸，好快乐哦！光保证够，我就怕嘛，我都跟人家讲说要用性命飞了。啊，如果万一关不够，你是不是？欸，真的欸，他会回，欸。九色鹿魔法有没有？我们要什么防龙撞的魔法？不用，我们要撞龙的魔法。哎，怎么还有？PK 好了，该叫一些老手回归了，我们可以撞龙，哎，很快乐，哎。哎，露诺，你解完了吗？我囤了一些，一些还是一堆。我刚刚是不是不小心撞到一只？哎，自己来撞我们是不是？然后自己不见了。番茄，我也要这个魔法。先出门了，买中午餐。好，晚安，拜拜。你，欸，真的解完一个任务，提示一次，欸，你当我神仙吗？是啊，你不是吗？
可是防龙撞的只有本身吧，你队友的人还是会被照照样被撞不是吗？欸，等一下，没电了啦，白痴，没电了，等我一下哦。他就是想要跟人家说，没事啊，你看过去被龙撞一下不会怎样。有队友过去，啪！你不是说没事吗？对啊，你还要配这个魔法啊！忘了跟你说，你还要配这个魔法，你要喝下去，喝了再上。我看看另外一个手把可不有电。有了有了，连发手把启动。啊，是不是可以用披风来这边了？露诺上线，露诺露诺上线上线，我们去捡金人，露诺。我不用披风哦，啊，怎么有人说用披风？好吧，那不用了。哎，小胖你好。120根，天哪，小胖你就这样买下去了哦？妈，没钱都是骗人的。那这要怎么去？那谁要怎么过去啊？在哪边？在那边？云有一个洞口哦，我知道。没有，我知道有洞口，可是在哪边？那个云吗？啊，这个是不是？懂了，懂了，懂了。小胖来。可是披风是可以直接顺过去，不是吗？啊，那哦也好啦，我觉得比较自私是小王子披风吧。完蛋了，第一次来竟然不是带露诺，是带糯米粒。欸，金人在哪边？大树后面还是前面？欸，看到了啊，看到了看到了，金人，这一张赛季的最后一个金人。喂，阿露呢？露在哪？是不是有一个组叫糯米糕？就是露诺啊、高高啊、跟米奈啊，死掉了哇哇！那只好让你们诺主播来这边了。欸，这边好卡，是我的幻觉吗？
这里卡烂呢、欸。这样有什么可以玩？哎、欸，我昨天跟露诺在跑图试练的时候，我想说带他，然后来示范一下给他看怎么跳。我一直失败，然后他跟我讲说他也想玩，我说好啊，你跳跳看。结果他首次跳就过了，跳那个，他跳那个墙壁首次过。我就好奇你有没有偷练，他说没有。我好烂。昨天解完没带来解哦。你这个不专业的司机。没啦，我昨天本来想带他解，可是我自己任务都没有解，就没有带了。真的很卡哎、欸，撤了，溜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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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魔兽世界。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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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这里有金人哦，没事，我都看光光了，可以。哎，鹿出现了，看来我被讨厌了。好啊 ，OK， 没问题。原来鹿会出现 ，OK， 没问题。很明显的，谁被讨厌，很明显了吧？这个就不说了，好吧？懂的都懂。哎、欸，这件，这件为什么要把鞋子裤子分开啊？这个穿鞋子后不好炖哎、欸。而且他原本鞋子到底是哪一双啊？没印象。这个，完了，算了，当个配件，配件，配件，哎，不穿，好了。回归自然的我。那我的魔法，鳴龍撞的是哪一个啊？我看一下哦。鳴龍撞。39个，从来没用过的巫师帽魔法，有来用过一次。哎，他为什么巫师帽魔法不给卖啊？我看你，那种。好了，换游戏。
啊，你回来了啊！我等一下再开一次，我等一下让你看，继续画黑虫。没有，我应该换魔兽了，或是那个地下城游戏，不是地下城啊，幸存者游戏。来，让你看光玉的衣柜。刚好要吃饭，没有小事，一下子就好了。我要让你看游乐园跟夜店的差别。很快很快，这么早叫魔兽？怎样？你怕了吗？来啊，你看哦，我刚刚不是有介绍说，我先把这拿掉。好，这个刚刚不是说这个是最矮的增高吗？因为这个面具左上右上第二个。那我现在戴原本其他面具都一样啊，就是随便戴一个面具就会回到原本的那个身高啊。有没有？这就是我原本的身高，长这样。那戴了这个面具就会变很矮。然后这游戏啊，就是他打扮的要素也很多，有没有？看吧，帅吧？对，太高就不可爱，所以很多时候，正常情况下我都是维持在刚刚那个矮的身高。就是我们在跑左上角蜡烛的时候，才会用到，就是刚刚我的那个衣服是这个，然后换回来，还没有，先变帅一下，我们等一下要去夜店，我们要穿帅一点。那这个游戏也有，就是主打的就是披风样式很多，除非你是玩一个很反人类的东西啊，就是你玩一个完全都没有翅膀哦，光害，你去玩一个完全都没有翅膀的角色，对，那个就有点，就是这些披风就没意义了，辛迪安安，怎么样？这样帅吗？这样好看吗？让他们拜拜。好，我们先前往夜店。这些门呢、啊，是你第一个新手进来的话是这个门，然后依序类推就是第二个、第三个，一直到最后的门。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很多玩家喜欢在这边。对，他们很喜欢在这边聊天。这里就是光遇夜店。等一下吧。啊，我们会有个术语叫做串线，就是一个地图最多是八名玩家。如果这个张地图只有你一个的话，就是游戏会想办法把这张房间凑到八个人，
所以可能我会凑到就是已经七个人的房间，那我是第八个这样子啊，或者是二加二加一加一加二这样子，就是两个两个这样凑。那也有可能就是你跟你朋友在这边聊天聊到一半，你突然被摘走了，你被拿去补位了。啊，后面这就是先煮，就是我刚刚不是说红色蜡烛吗？红色蜡烛就是换这个有锁的，你只要解开这个锁的话，就是那个你的翅膀的技能可以加一。哎，没人呢，现在这时间这么难串啊！然后他不止有衣柜嘛，你看像我表情也很多，哎呦了，撞到人了，就是这些都是他的表情动作，你看有没有？然后最常用的就可能是这种庆祝，然后或者是飞吻。啊，稍早不是说光玉的乐器做得很好吗？等不到天黑，然后也有很多人是来玩光遇在玩汤，就专门在玩乐器的啦。来，我们来看帅哥咯，开箱。有没有？来看帅哥的。帅哥美女。通常来这边啊，我们都是穿这种武士裤，有没有？黑黑的，黑漆麻乌的。所以说这边是夜店啊。哎、欸，我怎么没点到？哎哎哎哎哎，有了有了，谢谢谢谢谢谢。这些是观众吗？不是。这些就单纯是，哎、欸，拍手在哪？哎、欸，狗狗啊，这个狗狗，这个阿努比斯头就是绝版的东西，这个买不到。拍手在哪？找不到，找到了。这个阿努比斯头就是绝版的面具，买不到了。好，我们去幼儿园。对，他只是可以看到你的外表，你看不到玩家在说什么，因为你们的友好度没结起来。如果你的那个好友数有解开的话，就会看得到了。然后，如果你真的喜欢聊天的话，你后面进度到了一个地方之后，你可以换这个椅子，左上角这个椅子。这个游戏只要是那种可以坐下的工具，都是可以聊天的，像这种椅子。可是现在已经被使用过了啦，所以他花一根蜡烛
才能坐上去三分钟吧。嗯，这边在弹琴，所以很多人会躺在这边听人家弹琴。哎、欸，新手哎、欸。然后加好友那些就是要用白色的蜡烛。会很多老手啦，就在这边蹲着等新手，因为这游戏很多老手真的很喜欢带新手，就很愿意帮新手啦。这次是假萌新，有假吗？我觉得很不假哎、欸。大佬开小号，这只吗？你说，可是他手上有牵手的图哎、欸。你在这边被骗好几次，手机也可以玩哦，可以啊，手机、Switch、PC 跟 PS5 都可以。假萌新，哎，没事啦。你要去宰，你要确定哦，不要被骗进来哦，被骗进来我不负责哦。哎，对，它很耗电哦，啊。你冬天如果觉得很冷的话，你打开光浴，然后把画质调到最高，你不用五分钟，手机就很烫了。我们被说光浴暖暖包，没有，你画质调到一格其实就 OK 了啦，不要调到两格就好。听到这样，我用 Switch 玩好了。你有 PC 的话，我建议用 PC 玩，画质差超级多的。你 Switch 这样看，其实有点卡，有点卡。还是我现在玩，我现在用 PC 玩。等一下，我载一下，不载一下，我开一下。用 PC 玩，画质差超多的哦。同一个账号可以连 PC 手机吗？可以啊。PC 手机 Switch 都一样的，等一下，我顺便让那个休息好。哎咻，十年前的电脑，那你还是用 Switch 好了，不然不是你玩游戏，是你被游戏玩。等一下画面怎么是黑的？欸，我用 PC 开光浴都会卡很久欸。小葵安安，我现在比较少，我真的比较少推人家玩光浴了，因为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每个都带。完蛋，宰好了去体验一下好。我这样讲哦，如果你
一开始都不知道怎么办的话，你没关系，你就戳自长按那个戳自己的角色长按，然后他会叫你跟着那个一个星星的光圈走，那边就是你的终点，主要走的地方。其他要逛要怎样的，你后面再回来逛也可以，不用急。就是你前面错过什么没关系，后面再回来拿就好了。有很多游戏对强迫真的不友善了、啊，因为其实明明我们五分钟、六分钟可以结束的东西，在那边执着到八分钟、九分钟、十分钟以上。还有体验高画质光遇，我那时候不用 PC 玩，另外原因是因为它的按法我会怕按错，下载两次都不知道怎么玩，最后是让朋友拿我的手机用。还有有没有看到这画质不太一样了？有没有这流畅感？有吧？哎，直播画面好像有点卡，但是就很顺啊。然后就是整个就是很，而且只有 PC 敢开到最高画质啊，帧率满。哇，超好看的！哎，我只有几次有用 PC 开啦，那时候是跑任务，为了让啊，我刚刚该用 PC 解任务的，哎，亏了，现在讲什么都来不及了。哎，变成晚上，还没。变成晚上，哎，有个小可爱竟然在线上，你在干嘛？你们家主播我传不过去，哎，哦，被讨厌。哎，怎么开上面的东西 ？Q。一，什么这样子？这样超帅的，对吧？他还挂机，他还哪挂机？应该也是刚解完任务吧？哇，可以拉那么远哦！PC 怎么六龙啊？骗鬼吧？新月雪安安，早安呀！哎，回能量。好啦，关于就介绍到这啦。没工伤，没。请喜欢的自己再来玩啊。确定。那。哎，你说那一格解析度吗？对，用一格解析度就好。你用零格太坐牢了啦，一格其实就好了。那再来是两格的话，手机是流畅很多，可是你手机会很烫。
欸，我连手机都过不了，你要我用，你要我用 PC？ 干没想喊？你会不会太超过了？我们改完这个好了，这个稍微轻松一点，扭动 body， 药水掉落几率大幅增加。哎，这个好了。啊，对啦，这一开始就是因为这个，他说改变外观而已啊。想说没有什么东西，就在另外一个模式，另外一个模式他有能力什么鸟，这个嘞解体激光，好，原来在直播，安安，嗨，刚光遇结束了，第五。法术手里剑就这个了。我点。点错了，没学到技能，坐牢。哎，放个歌，放个歌，我们找歌来听。友達の誘いも甘酸っぱい恋心も今は日が過ぎしまって有料对不对？是不是？是不是最近听最多的翻唱就是这首了？摩西摩西，阿叉安安，我也觉得超有料的啊。是说凡青有玩过那是什么东西？我看看哦。牙菌斑是牙龈问题根源。T E V I 啊 ？T E V I？ 哦，没有哎，我没玩过哎。不常说话却要来刷存在感的瑟瑟，哎，至少你跟我，你比我好了，我是连说话都不敢说话，只敢偷挂台偷窥主播的人。啊，我们终于了解那些跟踪狂跟变态的感想感受啦，我们就只是喜欢不好意思说，对不对啊？那些喜欢在聊天室出没的是喜欢敢大声说。哇，这么讲就合理了很多耶。对不对？我们只是喜欢但不敢说，
虽然主播不会咬人，不会吃人。卡卡卡卡卡烂卡烂卡烂。这样其实姐姐开台嘛，我每次其实要真的要说的话，我一定是第一个啦。因为其实他的台我也没有关过嘛，所以你那时候不是觉得说为什么我每次都可以抢到头像？觉得有几次我没抢嘛，但是我那时候其实是在聊天，是在偷笑，窃笑。哎、欸，屁啦！我再喝水喝下去要死啦，对吧、啊？还是我以后都跟你们抢头像？你们抢得赢我吗？电脑都不关机的我，对啊，不关的。没有我我重点是要知道他要开台我才有办法，我常常最常就是收不到通知啊，是最讨厌的事情就是这个，每次都是番茄跟我讲才知道这件事情，或是米米都说待会隔壁要开台，我说哦好之类的啊，除非那时候我在开台啊，那不算，没开台的情况下比较好跟到台。啦啦啦啦，我的电脑只有在暑假的时候会很快乐，暑假才会关，不是暑假啦，快到了夏天，电脑就会关了，不关，哭的会是我，不是他，我还不希望他寿终正寝，我在虐待他。感谢拉克苏利亚的追随，感谢追随，重抽，什么新魔法？重抽，哎，这个好，那我先换一下镜。幺幺，拜拜！我昨天才跟团团说没有办法聊天哦，突然想想我在骗他吗？我根本不能看聊天室啊，这不像吸血鬼幸存者啊，这个没办法听聊天室，因为他有远程的攻击啊，吸血鬼幸存者那时候一开始前期还不会有，反正我没有意思要骗你啊，我没有那个骗你的意思啊，
改天再玩，先跟台。玩什么？光遇吗？没事啊，如果真的想找人聊天什么的，真的光遇比较好啊。光遇是个聊天平台。哇，这群乌鸦，不，乌鸦，这群蝙蝠是啥鬼？乱讲话，乱讲话，谁是乌鸦？你说谁尖头？我应该开到两点半两点吧，没错，就是快了。好了，差不多了，大家，对，姐姐最长了。好了，大家，我们今天差不多了。哎，没错，我们最怕听到就是这个咒语。我原本。他一直叫我拿蜡烛去烧人，对啊，没错啊，啊啊啊！现在新版本之后，那个什么，你出现的地方会跟我认知的会不一样，因为前一个赛季他就是让那个新的季节。会出现在一个像废弃村庄的地方。那你要换个加五分钟啊？我不要疯了哦！我这边通膨的更严重哎，疯了啊！我这里通膨很严重哎。对啊，反正明年肯定都会有自主加班台啊，自主加班台，对吧？搞不好龙族教义就开始微加班，伪加班台。这样就不能跟我玩了，玩什么东西？玩加班哦？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你疯几？最后一抽，一脚。等一下，标题改一下，游戏标题改一下，不是说在不同地方哦，可以，我可以去找你啊。玩家可以找到玩家，只是新手的话找不到，找不太到我们，但是我们可以去找到你，你懂意思吗？因为你要先过任务啦，你过任务才能解锁到类似传送器的东西。那边可以看一下那些先祖啊好友的位置，那个那就可以戳一下，然后传送到玩家旁边。有加班可以玩哦？没有没有啦，是自己要加班啊，因为有游戏要玩啊。好玩的游戏肯定是不睡觉在玩的啊，或是就是睡不着又想玩游戏，可能就又开台这样。这个事情时常发生啊。而且我也想等那个什么，
动物声友会啊，就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做，应该真的该做了吧？已经四年了，哎，怎么还没有新作品的消息？没有道理啊，没有道理啊，没有道理。好想推我去毒龙，躲毒龙，屠龙。你还没准备好？你要当多久兵啊？怪怪的，换下流派。好。哦，对对对对对，有了有了有了，有个毛啊！有毛啊有，觉得不对耶，怎么摆都怪怪的耶。等一下，这样好了。2025年感觉跟不上，要到2026年12月，哇，那是真的赶不上啊。没事啦，你之后想玩好不好，望月一定愿意陪你玩。没有啦，到时候再看吧，毕竟我其实那时候世界也可以，我世界真的也玩很久啊。我是后面就是其他人开始比较少想要猎龙的冲动。我之前有个朋友叫 HTT， 他是玩的比我还要久，然后那时候是我们的另外一个朋友就比较少在猎龙，然后于是我们就是我跟他在猎了嘛，然后后面是没有，一开始本来是四个人打四人血量嘛，那直到偏后面一点是三个人打四人血量，然后后面就是找不到第四个人后，然后第三个人也是比较少想要玩了，于是我们就咬屁啊咬屁啊，后面就比较少在猎了。不然我的 MR 一直没有上去啊，我当时世界唯一的遗憾可能就是 MR 没有到999吧，然后就有人问我说你干嘛不开修改器，反正 MR 也只是空壳而已，我说没开修改器有什么用，这个是证明欸，这个是你曾经活，到底是谁在咬我啦，这个是我曾经活着的证明欸，怎么可以开修改器啊，就是那个史莱姆是不是，抓到你了，不要再咬了，不要再咬了，史莱姆
道歉是我，你怎么了？啊？你是什么东西？哦，你是什么东西？你在讲什么？抱歉是你。怎么了？怎么了？你发生什么事情了？来提升能力。你是什么东西？偷咬你！我靠！干救你！移动速度减少。这有点啊，这啊这，看一下哦，附近的圆圈，这个嘞，这个嘞，好，啊这，打击类，当玩家冲刺获得一个护盾，生存伤害，随从哦不，随攻击速度而增益，攻击速度触发。没有呀，闪电图腾将闪电连接是与施术者之间的图腾，还有图腾呢？我其实很想笑。水边，使用法术命中目标时，正常于哎，他前期真的不能站着回血哦，好辛苦哦。那时候。之前吸血鬼幸存者不是有那个嘛 DLC， 然后番茄就贴在我们群组，就说感觉繁星会喜欢，啊有贴啦，然后安妮说感觉繁星会喜欢，然后害我想说，嗯，是不是该载回来玩？但是吸血鬼幸存者后面，我
不想开台玩的原因是，之前曾经开过一次台来玩，然后那时候还是新手，就一大堆噼里啪啦讲了一大堆，我听都听不懂。啊，不是，道理我都懂，但是就是抽不到我要的东西啊！啊，你要怎么教我玩？对吧？东西就是抽不到啊！你这样教我，我也没有用啊！打数类命中，这样子嘞，让我看。哇操！图腾还不能走太远呢，染疾跟昏迷。你看，我们真懂你，对啊。我本来想说那个不然去看一下我的那些是那个原本魔兽世界伺服器的装备还是什么的，想想啊不对啊，啊我不是前阵子才删掉，我才移除掉啊，我是要看毛啊。嗯？你昨天宰好了，我知道你宰好了啊。触发死。待区域目标，这样。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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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一下，这样。
哎呀呀呀，没事，变了。每装备一种伤害类型法术，该法术类型伤害提高。好的。啊、好烦哦、喔、我要怎么调欸。
等一下，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搭欸，抱歉。不行了，不行了，又是在这边狂被打。看你，拜拜。漫长的15分钟，哎，脚麻了，脚麻了。
冲刺疲劳，冲刺疲劳，冲不起来，冲不起来，冲刺疲劳，冲刺疲劳。就到时候团团说，繁星，你不是跟我讲说很适合杂谈聊天？我对不起，我自己没办法。我想说你有办法，我想说九猫团团聊天能力很强，应该是有办法吧。想说我做不到的事情，团团应该做得到吧。我说聊天是可以聊天啊，但是你的聊天是不能太多人跟你聊天。我那天信誓旦旦说，哎，这个也很适合聊天哦。怎么聊？哦，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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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过了过啦，好啦，也要两点了，先这样子啦。打过了这个，那怎么开？获得50个以上的，减少最大生命值。要关了吗？对。要关了，造成5000点，重复法术，升级200次。
下陆地安安。等一下，你是刚出现吗？你是我才吗？你是真的假的我才？真我才还是假我才？凝合法术变大，魔力值减少。我跟变大咯，各位。没变大，骗子。禁止增加属性，移动减少属性。你觉得我才用成震动的样子好还是假？没有好。这我减50是什么意思？我可以进去打，进去咻啪！真的我才好，我相信，好不好？真我才，天生我才必有用。好哦，好哦，好哦，谢谢你哦，我要谢谢你，甘心。好，再开两小时，我还没吃啊，其实我还没吃啊。好啦，我再打一局，好不好？来，下陆地，你选一个，你选一个看得顺眼的东西啊、红色叶子上面看得顺眼的东西，你选一个嘛。要进去直接死先吃早餐是不是？那我要关台了，那这样我就要关台了。我还没觅食吗？我没有吃。对，我还没有吃，没有东西可以让我吃。对，吃饭确实重要、啊。太爽了吧！一开始我拿这个打，太爽了吧！攻击命中时增加3%的攻击速度，在施法者的周围建立4个连接式爆炸。好了，换一下。吐司，吃什么吐司？没事啊，打完这个一场都要超过15分钟。你看，我至少要打15分钟的一场。但是呢啊，在选择过程中一定会超过。呵呵，但是增加伤害，增加穿透伤害，这个好凶好凶好凶。孤藤老树昏鸦 W 平 A 外圈刮。孤藤老树昏鸦 W 平 A 外圈刮，鳗鱼蛋丝盖饭。我没有说很喜欢吃鳗鱼啦，小时候很喜欢吃鳗鱼罐头，然后长大那时候想吃鳗鱼盖饭之类的，结果我发现好贵哦，就知道鳗鱼好贵哦。
等一下，这爆炸伤害不是火焰伤害吧？有啊，使用火焰类型命中目标值。我操！鳗鱼贵吗？贵啊！鳗鱼，我吃不起啦。这样说好了，我吃不起。来交换一下。然后我小时候很好养，我只要有那个玉米罐头加白饭就可以吃了，然后或是鳗鱼罐头加白饭，那或者都没有的话，家里总会有那个吧，总会有酱油膏，酱油膏加白饭又可以吃了，超没营养。那小时候的小孩子真的很难死，对吧？以前的小孩子很难死，就是讲我们这种人，对吧？酱油膏拌饭好吃，原初伤害提高。半熟蛋挖空淋酱油，那个不是那个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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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柚子的吃法吗？欸，半熟蛋真的赞耶，好吃。可是我等一下去做个蒸蛋来吃好了。欢迎安安，结果没有白饭，就是酱油。对，我以前啊，我以前还有番茄酱哦，就是一整瓶那种塑胶番茄酱，时不时就会拿起来吃这样子，猛吧。然后最扯的是什么？每次吃完心跳就很快，因为那种东西是加工食品，其实吃多也对身体不好。我就觉得说。我们能活到现在真的是小时候一定都是那些水沟地沟油把我们的那个培养得很好，对吧？那些地沟油让我们的抗体增加。创造一个集中火焰，经过一段时间后啊，重抽，抗性加一，对啊。等一下哦，电的。
是这样吗？我觉得是啊。小时候还会吃，真的会吃土、吃石头，哎，还会吃昆虫，哎，不是我啦，我说啊，小我们那年代的人，哎，我是不至于吃到昆虫啊。小时候训练如何吃土，对啊，肯定的吧，节省我们那些大人的负担，帮他们分担一点点。敌人随从死亡时获得100把暴率，哇，这神了吧！这个定怀安安，哎，好久不见。又是谁在伤害我？金法术。啊，耳朵好痒，我掏一下。看着游戏人物跟着转，很想帮他加点很嗨的配乐。那个旋转跳跃，我闭着眼，还是哪一个？降低泡沫消耗。
等一下，我才玩七分钟哦，我以为十分钟了哎。怎么会？怎么会？怎么时间还那么久？我们不是两点开始的吗？怎么已经十四分了？我现在上面才七分钟。Why not? Why?这是什么时间扭曲？不是啊，时间对不上啊！你看，我就说虽然会再多一点点，可是不对耶，不对耶！可以射出混合弹丸，爆炸傀儡啊！这有什么问题啊？满了哎 ，Go Sister。哇，肚子叫超大声的哎！肚子里有只尾兽，它在呐喊了。对，是恶龙的恶哦，不，肚子饿的饿哦，恶龙咆哮、哦。还有五分钟，还有五分钟，我觉得我撑不过了。各位，我们就只能到这里了啊！我们感谢大家今天啊，我觉得我快撑不住了，要数了，要数了，要数翘翘了，要死翘翘了，啊干！去吃。不是那个卡，那个灰色死的破音，那个灰色史莱姆，给我注意一点啊！在看啊，小心一点啊！靠，你看又中了。那个灰色史莱姆在搞。我们只能走到这边了吗？没错，撑不住了，撑不住了。我已经尽力了，各位，我们只能走到这里了。你哎，吃一下。我学了啥？超能攻击完成时。再等，再等，我还能起舞，我还能起舞。
吃到水了啊，没水了。哎，贪心贪心贪心，我还能起舞。就你了，爆炸石啊，就是你了。哎、欸，白痴哦、喔，我的歌变了，我的歌变了。好啊，这个好了，循环播放。你节哀，我在努力了，黎明安安。好香啊 ！Nice nice， 又苟住了，又苟住了！哇，真诚火焰伤害类型，一天又不平安的过去2024年3月12日，请见大家。没有，不是我死，好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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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讲话！啊！嘎嘎！等等等等！乱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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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巧！乱了！真巧！哎，怎么没看到地上有那个啊？凤梨，我想吃凤，不。我想要吃那个凤梨，它会把魔石吸在身上来。凤梨呢？凤梨呢？需要凤梨，请支援凤梨。再射个鸡，再射个鸡！哎呦，凤梨，凤梨！是要饿死了吗？哦，你是说我饿死哦？嗯，是啦，是啦。等一下，这个转既然转这么快的话，那这样子嘞？
我好紧张，我好紧张！打世界赛，打世界赛啊！手汗好多，手汗好多，干好久没玩游戏，玩到那么多手汗了。这一次玩真的是萨尔达、欸，那时候大师模式，不要，不要让我活，让我活，拜托，53。啊，过了过了过了，让我擦一下手汗哦，好多、哦，手好油，不好滑。哎，过了啦，过了啦，爱擦的安安，折，折屁折，啊，还折。这个真的就不说了啦，真的简单简单啊，简单简单简单游戏，没啊，其实好痛苦啊，流派没选对，敌人的闪电异常，啊、哦，配合这个的，就那选这个好了。好了，感谢打字吧。来，说我才吧。来，各位说我才咯。教主要不要？你还是给我 MM 巧克力比较好。我要吃这干嘛？MM 巧克力比较吸引我。好啦，小伟拜拜，杰云拜拜，夏露蒂拜拜，丽雪雪莉拜拜，蒂恩拜拜，小伟拜拜。鳗鱼是鳗鱼啊，可是那个鳗鱼吃完马上就没有了、欸、MM 还可以放、欸。啊，就去发发那边，我要顺便问他那个爱心贴图，因为我想画一个爱心贴图，孩子忘记给我了。好了，我们就去阿发那边。阿花，他在玩原神，你们有玩原神的，有福了啊！没有啦，好啦，大家拜拜。晚上不一定会开，晚上不一定会开。再说一次，晚上不一定会开。哎、欸，白痴哦、喔！靠，哎、欸，我想说怎么会有点偏难打？Level one, level one, level one。哎，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找死啊！晚上见。我们取决于姐姐有没有开台，有开台就不开台。请的，好啦，拜拜，拜拜，拜拜。香菜皮蛋豆腐汤，拜拜。安安，拜拜，音乐学，拜拜。